颁奖仪式由国家文艺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才主持。他首先说明，大专院校文艺奖学金设置的目的是鼓励青年选读大专院校的文艺科系。获奖的有台大外文系的梁兴荣、政大东语系的张慧玉、师大中文系的陈秋颖、复大大众传播系的张立勋、艺专影剧科的黄慧珠、世新广电的杨淑梅等25人。他们都是学业成绩总平均在85分以上，操行成绩在80分以上的，每名奖学金是5000元。